啊，哥哥们的表演真的燃炸了，这个摇滚乐我觉得真的非常有魅力，一下子炸开了我们的青春啊，让我们走出去找自己的个性，我觉得这是摇滚乐的魅力。嗯，王冠中哥哥，哎，你好啊，我同欣欣是好朋友，我知道。那这次来欣欣有没有就是给你一些特别的嘱咐呢？每天都问我的爷爷睡不够啊，够不够啊，吃饱不饱啊，这样特别的温馨。也我想讲一句，你刚刚说的，你想起的青春岁月，所以我谢谢你让我成为你的青春回忆。哇，真的是我们青春的回忆，对不对？也谢谢你们。